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 上周末我利用 Long Weekend 的假日去了加州北面的俄勒冈州自驾了一圈，在回来的途中我顺路去了非常著名的，也是俄勒冈州境内唯一的国家公园火山口湖 Crater Lake。 火山口湖国家公园位于俄勒冈的西南部，它是约7000年前的火山爆发遗留下的火山口，如今它是美国最深最蓝的湖泊，深度接近2000英尺，清澈靛蓝的湖水完全来自雨水和雪水的补充。我拍照的地点是 Watchman Overlook， 在这个海拔7000多英尺的观景点可以看到火山口湖最经典的 view。 我先尝试使用16毫米超广角来拍摄，但是想把整个火山口湖全部收入画面之中还远远不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选择了用多张竖构图全景接片的方法来拍摄。除了稳固的三脚架，还需要一个带有全景旋转底座的云台。在这里我使用了莱图的 LH40R 低重心阻尼云台。在保证了云台水平之后，我把装有 L 型快装板的尼康 Z7 竖置装在云台上，接上快门线，关闭防抖，使用手动对焦，从左向右一边旋转一边拍摄，确保每两张接连的照片边缘约有1/5的重合区域，以便于后期拼接。就这样连续拍摄了8张竖片，后期我将这8张照片一起拖拽进 Photoshop， 弹出 Camera Raw， 左侧选择全选，合并到全景图， Camera Raw 就会自动拼接出全景图，点击合并就可以在 Camera Raw 中进行一些整体和局部的修图，如果有必要可以进一步裁切成我喜欢的长宽比例。由于尼康 Z7 本身就拥有近4600万的超高像素，8张接片之后，即使去掉重合部分以及四周裁掉的边角，依然可以得到一张尺寸非常非常巨大的全景照片。这就是我最终的火山口湖全景。感谢观看这次视频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，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点击视频下方的红色订阅按钮，谢谢。